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永文医生。咁啊，我哋香港社会咧面对一个老龄化，咁但系咧，其实香港政府同埋社会咧，其实都系希望我哋嘅长者咧，即系老有所依同埋老有所为。咁我哋都希望咧，我哋嘅长者喺个社会里面多啲参与，多啲发挥，有所作为嘅。咁所以咧，希望大家都一齐支持真澳社会服务。